主料，小土豆500克，辅料，橄榄油、盐、迷迭香、大蒜、黑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土豆不用去皮，洗干净，用纸巾吸干表面的水，放在一个大碗中，加新鲜迷迭香、二瓣切碎的大蒜，加入适量的盐与黑胡椒粉，倒入橄榄油，搅拌均匀，平铺在烤盘上，烤箱预热200度，中层上下火，烤50分钟。25分钟时取出将小土豆翻个面，非常简单的做法，味道却不是一般的好，浓郁的迷迭香气息，当零食特别好吃的。烹饪技巧，做这道菜地，迷迭香的用量不能太多，不然会把土豆原有的味道给压下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